团业的管理之道，向上管理，有理有据。陛下，您是天下人的君父，天下的子民，乃是臣的手足，臣岂敢因一人之安危而置天下人于水火？向下管理，知人善用。能统帅三万水师，扎根靖难这么多年，他绝不会是那般肤浅之人。再看看堂外的大清学子，又有哪一个不是胸藏锦绣，满腔抱负？若非存着对未来的希冀，他们何苦酒后于此，只求一个公道判决？刚柔并济。皇祖母让你带帝小姐更衣，你却在此处对她多有苛待，你是不把皇祖母放在眼里，还是不把本太子放在眼里？我知你聪明过人，所以对你有高于旁人的期待。有勇有谋。你口口声声说自己没有武臂，想必定能说出卷上试题。他不仅是名良将，还能助我将大理寺这潭死水搅浑。得楚如斯，大晋之幸。